黄立凯，你要叫妈妈来帮你求情吗？他是我们军法回归民间司法的第一个死刑犯。黄天公德啦，我拜托黄天公德啦。他在两个小时之内杀了两个手无寸铁、毫无缚鸡之力的女人。对死刑还没执行，甚至还申请释宪的部分，他是耿耿于怀。大家会去做比较嘛？郑捷杀人案一下子就被枪决，那为什么我的案件要拖这么久？是不是我的案件没有这么重要，没有死这么多人？黄林凯赶快来警察出来枪杀他，伊无死我就先死呀！本周日晚间八点，台湾启示录母女绞杀案之释宪躲枪决。